七十二候，大寒三候，初候，鸡乳。大寒以后，阳气上升明显，母鸡就开始孵小鸡了。次候，争鸟利集，鹰隼之类的争鸟正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中。末后，水泽腹间，水泽上下都冻透了，但坚冰深处春水生，就要开始走向消融了。大寒冰雨何纷纷，暗溪雪山情未分。